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把那个软体先下载一下。您到右手边哈，你要用最新的就用这个，好，就用这个把它点一下。这个比较，其实档案都很小，大概两三 mega 而已。现在录影真的越来越简单了，哎，录影越来越简单了。点一下，好，然后呢就会开始下载，有没有？在这边是不是下载下来了？一下就 OK 了。好，这个我就可以把它关掉。然后呢，另外这一个。你用 5.56 都没有关系，好，那假设我先用旧版本的来点一下，这个就稍微留意一下，因为它是压缩档而已，所以您进来之后呢，不要再从这边点进去咯，请您看到右手边，你看我上课也很会画线吧，因为游标在晃来晃去你也看不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方式，来滑过去，有没有？你如果离开它，这个会不见，你就滑过去跑出来，有没有上面一个下载？如果你离开了，它会收起来，好，你就滑过去上面是有一个下载了，按一下，但是你还告诉他，我还要下载，可以吗？就是这个比较伤脑筋一点，好，我仍要下载 ，OK， 有没有开始？左边这边下载了，大概40几 mega， 这个大一点点，好，大一点点，好，那您下载完之后呢，这个我都可以收起来，好，下载完之后，您平常都怎么打开？不等一下吧。就点一下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很没有治安的概念哦，这样危险呢。这都是 ESE， 有没有看到？哎，这样万一不小心中毒怎么办？哈，没有开玩笑哈，就是说平常大部分大，我会比较鼓励个，您可以按一下这里三角形，有没有？哦，在资料夹中显示就好。开启就等于你点这个意思一样。哎，你就在资料夹显示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现在是说自动下载，你也不知道它放在哪里嘛。虽然我们都知道它预设是放在所谓的我的下载里面，但是有些人就会不小心就忘记放在哪里，那你就在这里打开，因为你这样一打开的时候，有没有它就打资料夹打开了，这就看到了。你在这边要执行啊，要做什么再做。好，那这个安装呢，等一下我们再安装没关系。好，那这个你解压缩怎么解压缩？你按右键，好，键盘上，滑鼠上按右键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 Save Zip？ 好。你就解压缩至此就可以了，这个有没有解压缩至此就可以了？这样有没有就解压缩了？那如果说你不小心啊，哦好，啊说，哎，如果说你不小心，你是这样点两下进来的，也就是说点这个直接进来，这样有没有进到压缩档里面？有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平常习惯这一种的也没有关系啦，可以怎么样？直接点解，直接解压缩。哦，你们都。跟我不大一样，我都比较人性化呢，我都是这样按着丢出来，这样就叫解压缩。哦，哎，你那老我想要看人性化一点，电脑一定要弄那么难吗？没有人家人家教我们错误，我们就跟着错误。这样可以啦哈，了解啦哈，反正你进到里面去看了嘛。其实这样有差别啊。没有差别啊，都叫解压缩。我只是用不同方法给你看而已啊。老师，你的方法是直接出来，我们的还要再。嘿，你就点这里，然后你就选，还要再解决。阿弟都，你都就跳没了。是快捷的啦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只是直达车啦。好，反正你用哪一种方法没关系，但是我们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会不会下载了？对。OK， 那就还给你喽。